照顾好妹妹啊，回去打妹妹啊。爸爸去采蘑菇了，拜拜，待会儿见。刚下班，趁天还早，天还亮着呢，去采一些蘑菇，不然的话待会儿就天暗了就不行了。采蘑菇呢要经过这个巴尔扎克家他门口，这个就是巴尔扎克他们家。 现在呢，天已经快暗了，所以说呢，要赶紧，能找到多少就多少。差不多现在8点不到，7点多，天就暗了。OK。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蘑菇，然后我们来采的时候把它旋转上来。 啊，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个双层的一个环，它这个环是可以动的。那么它这个呢，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掰断掉，因为我们只吃它这个伞。那么呢，这个呢还是上次那个地方又长出来2个，这2个就比较的好了。这边有1个，还有这边有1个，我们今天把它摘了拿回去带回家。 那个采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就是，啊，那转一下，就拿下来。它的这个根比较深。 所以说呢，你要把它转过来。好了，这2个就已经是非常好的蘑菇，今天又采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宝宝，这个小宝宝就躲在这个下边，啊，把上面这个抹开之后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一个。那么实际上这个根部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回到家里面再去清理，为什么呢？ 如果说你在这边清理，那么也就是给其他的长蘑菇的人透露了你的这个线索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到家里去清洗就可以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今天的收获已经有这么多了，才5分多钟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收获已经有3个了，已经就没有几分钟时间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窝，啊。 就我直接过来找了，做个演示啊，你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个凸起的地方？它这里是凸起的，那我把它摊开来，对吧？下面就有一个小宝宝已经要快出来了。啊，本来呢可以这个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再采的，但是呢就是它已经凸起来了。 所以说你不采呢，实际上最后也是到别人的口里面的。所以说我就把它采了。在找蘑菇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如果说你知道那几个点的话呢，你差不多每年基本上变化都不大，那你就可以过来直接找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有人会问说那个欧夏老师啊，那个你采蘑菇的点是在哪个森林里面啊？啊，这个我就不说了，啊，这个呢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秘密，我就告诉你就离巴黎不远。 啊，然后呢，自己有些点呢，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呢，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过来采 ，OK， 下回你可以跟着我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你看到一些这个好蘑菇的时候呢，你也会看到一些有毒的蘑菇，那这个就是有毒的蘑菇，这个呢是阿玛尼特，啊，我们看阿玛尼特呢，实际上最简单就是它下面是一个蛋形。 也就是说，它原先那个上面那个部分啊，是包裹在这个蛋里面的，所以说它这个阿玛尼特是有毒的这个蘑菇，而且这个毒性是很强的。阿玛尼特呢，就我们就不要去碰它，啊，碰到了，没有关系，我待会儿会洗手的，这个没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有毒的这个蘑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有一点点这个斑点，啊，如果说下的多呢，它会把它那个斑点会冲掉。 所以说呢，你一定要看这个根部，而不是只看这上面那一层，一定要看这个整体啊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到下面这个知道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蛋，就是阿玛尼特这种蘑菇，好吧，这个是有毒的。例子，比如说这个上面呢，上面还有粘有一些小的点点、斑斑点点，跟刚才那个毒蘑菇是一样的。但是你要看到这一个呢，上面那些斑斑点点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到下面，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蘑菇整个的，你看断掉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菌褶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是阿玛尼特的一种表现。现在又看到一个毒蘑菇。 啊，虽然说是灰色的，但是我们翻过来之后，看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这个菌褶，这个沿这个地方是翻起来的，这个是不能够吃的，是有毒的。OK， 这个毒蘑菇呢，往往是跟这个好的蘑菇是长在一起的。实际上看到这个有毒的蘑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是有蘑菇生长，因为它的环境是一样的。 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就很多毒蘑菇。那么不同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阿玛尼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种不同的这种形状，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这种状态。所以说呢，也是学习的过程，实际上是也是一个记忆的这个过程。OK， 那这两个呢是有毒的，然后我们再往前移，就有一个灰素了啊。那这个呢？ 就是可以吃的，这个摘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它很容易就是碎掉。这个你摘完之后呢，你可以在边上再找找看，还会有的，在这个叶子顶上的那种地方看一下。那这边就是一个毒窝，你看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全部都是毒蘑菇。 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们要来采蘑菇呢，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最好是带一个，就是知道那个蘑菇的人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们就很容易就会中毒的。这边呢，就又有一个小的这个蘑菇，这也是可以吃的，这也是可以吃的，这个蘑菇也是可以吃的，就像豆腐脑一样的这个蘑菇，拿着吧。 炒肉吃啊，有些时候真的要仔细看。然后这边呢又有一个，我把它转一下，这个太大了，转一下。又一个，完了。刚才这边呢又找到一朵。 有点像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，也是可以食用的，是长在这个树根上面的。在一个视频里面呢，我有跟大家讲过这种紫色的小蘑菇，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朵这边紫色的这个小蘑菇，这个呢是可以吃的，这个紫色的小蘑菇呢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吃呢只能够吃这个盖，因为它下面那个部分呢就是比较的柴，所以说我们只吃这个部分。 是属于这个很好吃的一种小蘑菇。那现在呢，我到了另外一个点了，这个呢也是我去年发现的，这下面有一个蘑菇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有一个双层的环，可以动的这个，还有可以看到吗？就直奔那个主题去了，像一个。 敲鼓的那个棒，因为它还没有张开，又进了这个蘑菇的这个窝了。这几个都是非常的好，啊，真的是一大片一大片，全部可以吃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具体的蘑菇的名称呢，我就到时候我会发给你们，一大片，全部都是，我天哪！好，我把它全部收了。 先把蘑菇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往里面加一些奶油。有这么多的牛肝菌，问了2个在巴黎的朋友，都没人要，或者是赶不过来，或者是应该是不敢吃吧。有2大盆的这个树菇。 啊，因为前面有一段时间下雨下的比较多，然后现在呢也正是初蘑菇的一个季节，所以呢采完之后呢，最近有段时间说实话就是吃蘑菇吃的有点厌烦了，所以说呢没有吃掉的蘑菇呢我就打算把它保存起来。那今天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些方法，有这个冷冻的，有这个用油封的，还有一些呢就是晒干。晒干里面呢有这个放在这个室内比如说在这个烟囱边上啊，或者是火炉边上啊，就是温度比较热的一些地方，或者是这个暖炉上面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因为我家里面养了有2只猫，所以说呢我怕这个猫咪会去动它们，如果说我放在这个暖气上面的话呢，所以说呢我选择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放在这个烤箱里面，用这个60摄氏度呢给它进行一个烘干啊，网上说是可以的。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层上面全部都是树菇，然后呢下面这一层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松针下面采到的这个小黄菇，还有呢就是这个波尔多的那个牛肝菌。好的，那么我就把它推进去2层，然后呢我把这个门先把它这样稍微，对，不要把它打严实了，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热气散发出来。